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调成机一个上下同步调节。我们这个板凳这个缝隙要上下是垂直一致的，我们现在是一个调整好的一个状态。平时安装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它是一个错位的状态，我们就要在调成机前端进行一个调节。下面我们讲一下调成机上下同步调节，主要分为两步，第一步是初调，第二步是微调。初调的时候，我们把调成机上下同步给调到差不多一个位置上面，然后进行微调。微调的话，我们紧这边的螺丝，松这边螺丝，调成机上模块它是往这边移动，我们在松这边的螺丝，紧这边螺丝时，上面板凳是朝后面移动，然后我们微调到上下模块的缝隙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就调节好。